我是大康，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之前办完了十周年的特别公演，对吧？哦，应该很多人来看吧？有吗？对，十周年有吗？有有有，反应很热烈，反应很热烈。你们这些掌声后面都是我们的心酸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讲这么难过、啊？不是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吧。那时候我们十周年啊，我们大概花了五六个月准备啊。哦，其实蛮赶的，说实在，很赶，而且很累啊。那时候我写段子啊，写剧本啊，写哇，我写到每一天早上起来我都头痛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真的累到身体不舒服，对吗？你知道吗？我痛一两个月哦，然后我们后来密集的排练啊，筋骨痛。啊，有时候紧张大，然后胃痛啊，这个样子。对对对，他那时候真的非常严重，很严重。然后结果结束之后，我就想说，哎，不行了，要四十岁了，我就叫陈彦达去看个健那个健康检查。我吗？为什么是我？不是你不舒服吗？你也不舒服，你也不舒服。真的啊，我的确去做一个健康检查。对，你做了吧？对的，但我要澄清一下，不是你叫我去做的吧？是我妈叫我去做的。没有，那是我先跟你妈说，你妈再叫你去做的。哪有那么间接啊？你骗谁啊你？真的啦，真的没有吧？真的啊，我就说，哎，什么什么？叫陈彦达去做健康检查，他这样不行啊！不用了、啊，不用了、啊，他就胖而已，没事没事啊！不是什么什么，二十岁的胖和四十岁的胖不一样哦。没有没有，你看我现在也是胖，也是很好啊。我妈才没有胖好不好？我妈没有那么胖好吗？用一段小剧场来批评我家人而已吧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后来叫你去做健康。好，反正我去做了一个健康检查，没错，不管是谁叫我去了，但是我真的拖了很久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因为我很讨厌做健康检查，所以我隔了很久没有做健康检查、欸。超久，你知道他上次做健康检查是什么吗？出生之前。没有，好不好？那叫产检呐、啊。这叫产检啊，陈妈。不要吐槽我妈了。我妈不在那边，不要幻想了。我现在觉得超可怕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陈妈，陈妈，不要，你这样，我妈是用什么姿态？前滚翻啊，侧翻啊。侧翻走是不是啊？防反，陈妈不要再砸球拍了，陈妈。的确啊，他们打网球没有错了，对吧？是吧？是吧？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陈彦达，我妈具体的啦。陈彦达，要不要让我讲健康检查的事情？我的确去做了一个健康检查，没有错，但我真的很讨厌。我虽然说没有隔一辈子那么久，但我也九年前去做健康检查。九年还是很久吧？你们想一下，九年真的很久。而且我其实很讨厌健康检查，因为健康检查之前要做很多很多准备，很麻烦。是，然后之前你要出去玩之前，心情要有准备吧？对，不是，不是，你要收拾好玩的，不是那种好玩的，你不喜欢，很痛苦的那种准备。你很痛苦，很痛苦。好，比如说我这时候做肠胃镜。我举个例子就好了，吃泻药超痛苦吧？哇塞，真的！哎，你吃几个月啊？吃几个月？没有几个月，好不好？没有几个月，几个月要拉到什么时候？前一天吃？我前一天，前一天你吃几个月份的？没有啊，我要拉死了是不是啊？不是要排干净吗？对了，排干净，但只要前一天晚上七点吃一次，然后凌晨四点再吃一次就好了。我四点还要趴起来吃一次？还要趴起来吃一次啊？那次晚上怎么休息？完全几乎没办法休息，因为我七点吃完之后，八点开始拉，拉到四点吃的那次再继续拉，整个晚上我就来回在我房间还有厕所中间这样一直来回。一直来回、欸，基本上他就是个通勤族啊，你知道吗？没有通勤，好不好？就对吧？五步路而已，哪也算通勤啊？啊，肚子痛啊！逼个屁啊！为什么房间跟厕所门中间有闸道口啊？没有去捷运站上啊？没有啦，我叫厕所好不好？马桶满了这个样子，满了这样可以冲好吗？管道没有堵塞啦。我这种，那你是上很不舒服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我上整个晚上之后，我后来放弃，我直接在马桶上面睡，直接睡，我直接马桶上面睡。哇，棉被枕头一起带进去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好不好，太脏了，会沾到啦。我就在那边很羞耻，光个屁股坐在马桶上面这样。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面光着屁股，觉得很羞耻。还是你屁股会绝对会着凉之类的那种感觉、啊哦？是你的猫在看你的关系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进来，就只是自己一个人觉得很凄惨。哇，那你睡这么久，拉成这个样子，你隔天怎么去医院？不行吧、哦？我真的是拉到最后一刻，我是坐在马桶上面叫车去的、哦。哇，拉拉 move 大家知道吗？是拉拉 move， 拉拉 move， 对的，拉拉 move 是这样，边拉边 move 的意思是不是啊？你要被那品牌告啊？不必啊。司机不会一起跟着拉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叫一般计程车去啊。计程车，计程车也是要加收费用的吧？其实为什么要加收费用啊？有啊，那个酒醉的客人他吐的话要加收费用。你在计程车上面没有？我没有在计程车上面拉，我憋住了，我憋住了，也憋住了，但还是要加收费用吧？那个大件行李的部分啊。为什么大件行李？棉被、枕头和马桶啊？没有啦，在马桶上面睡觉三件组哦，多想要边拉边睡啊！我就这样去了，我忍住了，我忍住了，我成功忍住，但是我到医院那一刻，马上冲到厕所去拉最后一波，司机也跟着冲进去了，我操，跟着冲进来，350，350，350，还没付钱呢、啊，付了350啊，我绑定了，好不好？哦，你绑定了，好，在那边跟大家讲个小知识，如果你拉肚子做健身，你一定要绑定，不然你会来不及，真的，这是什么超烂的行销方式啊？什么行销方式啊？拉之前记得绑住我。
什么烂广告啊 ？Yoxi 吗？先绑再拉这种感觉吗？太奇怪了吧？谁会下这种广告、啊？没有这种广告，我只是跟大家传达一个我的经验而已。哦，你的经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那时候刚拉完的时候、完全没有办法休息，一走出厕所，那检察员跟我说：“哎、麻烦陈先生量身高体重。欸”哎，麻烦先擦个屁股好不好？有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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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裤子又穿好吗？哦，他直接去做身高体重了，各位，做身高体重，身高体重哎、你们想一下，这是他人生当中最不敢面对的事情吗？没有那么不敢面对，好不好？身高体重，对不对？我很面对这件事情，好吗？有啊，你家里面那个体重计，你不是都经过他而已吗？没有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要观察他、啊？这什么啊？这样就啊了，我有多重啊？是吧？没有那么重，好不好？很害怕吧？这是很恐怖的、啊。我好好面对了，我既然去做健康检查，身高体重一定要好好面对了。哎、欸，医院的那种不一样，医院那种的那种啊，对，他有板子这样降下来，降下来这样子，对。医院的那个是解的、啊，打太用力了，你要报复吧？打太用力了吧？没有，哎、欸，我刚刚打太用力，你那个铁降下来哪有那么用力？铁很重哎、欸，铁很重、欸。还有控制，它就只是这样子，这样降下来，不要躲啊你，量不准啊，谁会这样躲啊？没有，站好。家里养猫久，你知道猫想要摸它，那不会好不好？才不贴着胶带会这样撤走好吗？是吧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站好，站好，降下来，我不会打你，不要紧张，降下来，降下来，空手夺白刃啊！武术家哦，没有，我爷爷在我小的时候教了我很多事情啊。什么武术世家是不是啊？没有，就降下来站好、啊，对，降下来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对，他会碰到，对，然后就等等，为什么把我抓上去啊？娃娃机吗？这个？护士小姐看你可怜，想要加两公分啊？不要，帮他加两公分。我是不是站在什么增高机上面，这样被抓起来了？这样抓起来可以。告诉我诚实的身高体重而已好吗？降下来，轻轻的，没有抓，为什么啦？前面这部分在量什么？我的厚度是不是啊？陈彦达后切吗？不会有这种量，不要把我当个立方体来量好不好？上面、前面、后面、左边、侧边都没有，都不要，对，只要上面，你就只要上面，本来就只要上面而已啊，就是喜欢上面。好 ，OK， 来，我听不懂你在讽刺什么。降下来，降下来，对，然后碰到没有抓，噔，好，这个时候他就会告诉我的身高体重数是多少？陈彦达。身高158.8公分，为什么跟太监的口气一样，在宣吗？体重100，一百什么？台斤？台斤吗？为什么台斤呢、啊？我猪肉是不是 ？BMI 58.6，等一下，直接用台斤给我算 BMI 不公平吧？严重肥猪？肥猪什么？直接批评我了吧？肥胖就算了，还肥猪啊？现在太监之后皇帝出来是不是？轿子，皇帝的轿子出来了，皇上吉祥，平身，平身，斩啦，斩了什么、啊？过胖就要斩啊？什么朝代啊？太严苛了吧？身高体重很可怕的。没有啦，我才没有那么严苛的朝代，没量身高体重、欸。你做完身高体重之后就回家了吧？应该差不多了吧。没有啦，这被斩就回老家了，好不好？直接没有量完了之后，量完之后还有很多基本检查，视力检查、视力的听力检查、血检嘛。啊，血检很重要、啊。接下来就做 X 光。哎，我跟大家说，我做 X 光那个时候排超级久，一堆人排 X 光机前面。这么流行，你们看看。对，那个门有没有？很重，很重。然后我穿的，大家都穿一样检查服。然后人家在坐牢，也没有那么重，那卡住好不好？那门卡死，那门卡死。快点进来，快点进来、啊！为什么那么紧张啊？快进来！哦，进来。好，下一位是不是？下一位吗？是陈彦达。脱脱脱！我穿检查服，为什么脱？脱没有，身上金属的东西要脱，你们知道吗？金属的东西要脱，没有脱。脱下来，脱下来，快点！来，皮带，皮带。我应该是没有带皮带了。皮带有皮带，来来来，那个项链，项链有，检查一下。项链，项链是有吗？哎，手表有吧？手表，手表有，对，手表，右手的手表，右手的，我右手还有吗？右手的，左手还有啊，左手的还有，右手的，右手的，我夜市卖手表是不是啊？如果双手都是手表、啊，来，还有戒指，戒指，我看到了、戒指啊，戒指要，戒指要，戒指啊，戒指啊，好，来戒指啊，戒指啊，为什么把我戒指都戴在手上？你要带走、那金牙啊，金牙，金牙。金牙不需要吧？啊、你想把它干走是不是？之前东西都要干走啊？没有，没有、啊，帮你保温，帮你保温，不用保温好不好？戒指保温干嘛、啊？带回去不会冷吗？先拿下来讲这个东西，你先放下，等一下就放下来。你先放下来，扛枪，干，打开门啊！扛枪，拍完了，拍完个屁啊！这样这样拍得到啊？你看这张啊，不要拍我奇怪，哎，动作 X 光片好不好？而且那 X 光机台上这张，不要拍了你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是这个动作啊。那个相机放所以叫不要拍了，扛枪没有拍啊，扛枪，你只在试那个门修好了没有而已吧，修好了吧？刚太重了，
等一下，他站到板子前面吧。对对，他站在板子前面。对嘛，站到板子前面，大家有站过吗？站到板子。有个姿势，有个姿势。他叫你什么？叉腰。啊，对对，叉腰，然后深呼吸，挺胸，然后要闭气嘛，大概两秒钟，腰不在那边。腰在没有这边。我五五神好不好？腰在这个地方，不要那么难过。不准这时候怜悯我。你放，你放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等一下就是出去拍照以后，我出去以后拍照两秒钟，你深呼吸，你不要呼吸好吗？我们要拍里面 ，OK？ 两秒钟就是这样就两秒了，你放轻松，你一定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有自信一点，我知道，不用讲那么多，好不好？闭不住了。哦，好，那我出去的时候你再闭气嘛。出去的时候就好，来了，准备，哼响。太久了吧，你故意的吧你？来个屁啊！看不见啊，先生，你刚刚是穿过了门打了我的手啊？先生，我们还没有开耶。先生，比如那么细节场景设定好不好？你为什么隔那么久？才不是一出去就了吗？电脑设定的问题，设定的问题嘛。我们实习生啊，实习生来帮我做检查啊。实习生本来就要实习嘛。好，所以检查确定好了。手伸回去啊，来准备，准备。确定好了哈。我门没有关啊，先生你在干嘛？先生你到底在干嘛？搞不清楚现在门到底有没有关啊？而且门把在这不在这边啊？好啦，好啦，好，再一次啊，再一次啊，抗枪！哎，中路来一个，就傻，你给我打 low 啊你！我门没有开，你怎么打到我手？我有开，我一定要做这动作，我有学习能力好不好？先生，你刚刚一直呼吸哦，你又没有终止哦。你在搞什么东西？你刚刚在打网络游戏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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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出去关门就咯。对，关门就马上哦，不要给我中路什么啊？没有哦，不要给我补哦。我门关起来那么紧，你怎么听得到？快一点就对了，康强。拍太多张，这样辐射量爆表吧？这样。来，先看一下你的这个写真集，快点。写真集，写真集。竟然用 X 光棒拍写真集啊？没事的，我辐射量超标了啊！辐射量越拍越多，只是越拍越壮而已啊！真的。你就越拍越壮啊！然后就会变得绿绿的这个样子。浩克啊，我。史瑞克啊？什么史瑞克啊？因人而异啊！人家变浩克，我变史瑞克是不是啊？史瑞克啊？没有，拍一张而已啦。拍一张而已。我会拍到辐射量爆表，好不好？想说多拍几张，给医生留下个好印象，这样。不会啊。这样医生只会留下坏印象而已啊，没有医生想要看我写真集好吗？哦，那 X 光做完了， X 光做完了，接下来就真正恐怖的部分了。真正恐怖，肠胃镜。我跟大家讲，那种侵入式检查真的超恐怖的，真的很像侵入你们家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没有，你们知道吗？不是那种侵入室内，好不好？侵入你身体里面，对，一样是侵入你家的门啊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那个医生就有一种是门不会这样开锁，好不好？那个门不用这样开锁，我是说有那种感觉。对，我了解，我了解，真的，所以真的很痛苦，也很不舒服。我后来就选择做无痛，就是麻醉那一种。哎，你很有种嘞，那迷昏你，然后再闯进你家空门那种感觉，没有，对吧？就跟闯空门无关，好不好？闯空门是什么东西被拿走吧？你怎么知道没有啊？我不死啊！没有啊，呕个屁啊！相信啊！你怎么知道没有？我吃泻药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说明他还会留下什么？留下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就比如说你做完检查，隔天要回家上厕所，金针菇，我昨天没有吃金针菇啊，怎么可能啊？怪盗是不是还留下信物啊？叮咚，请问金针菇可以还给我吗？还要还啊？我捞起来还他是不是？没有，医生蛮恐怖的，没有那种奇怪怪盗医生，好不好？很正常的医生，他就在那边，我躺在那边很放松嘛，然后说不要紧张哦，来麻药打下去之后呢，你之后就没有感觉，就这部分倒是演得蛮用心的嘛，哈。好，随便，好，总而言之呢。就是我那四五十分钟之内就完全没有知觉，然后医生就把那肠镜和胃镜全部都做完了。这样子肠镜胃镜比较不可怕，但是我跟大家说，我有一次呢真的是做那种没有无痛的胃镜，超不舒服。那医生像触手戏，有没有把那黑黑的管子这样呱呱呱呱呱插进来，然后问我说能呼吸吗？会痛吗？我讲啊，快好快好，还不如我起来啊你！要这么演触手戏演多久啊我？一点都不有趣吧？这个起来啊，起来要休息多久啊？睡超爽的你，还给我睡回去啊？醒来啊！哇，哎，那是我的身体吗？灵魂出窍了，出事了你！不行，我要让我医生知道。不要附到医生身上去好不好？变越恐怖故事啊！这样做肠胃镜蛮恐怖的吧？很恐怖啦，那恐怖的程度已经不一样了，好不好？没有没有，我很安然的做完肠胃镜，只要做了无痛之后就不会恐怖了。无痛的蛮不恐怖的。不过给大家，有一个步骤，你无论如何你就躲不掉那个恐怖，就是跟医生看报告的时候。
啊，你不知道你会检查出什么症状，你不知道你哪个数值有问题，然后有时候医生看了报告的时候很沉默，有没有一脸凝重，这样不会的。关公吗？为什么那么长胡子？关公是不是？听冷气，听冷气啊！勒在脖子这边很不舒服。听冷气，不要捞得跟胡子一样，好不好？啊，总之，为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孙悟空吗？没有，要反光镜啊。有时候那个牙医哦，不会是牙医看报告啦？这很多啊。反正就是那医生就很凝重看着他。陈先生，是陈先生吗？是的。哎，你这个数字要注意一下，你这很多数字啊，你看红字、红字、红字、红字啊。啊，红字啊，真的是啊。哎，那喷墨印表机要修一下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不是。不是墨水问题好不好？我的数值有问题。对，数值的确有问题啊。你能看一下，这个红血球的数值有点太低了啊。红血球太少了。要注意，太少了，再多个两颗啊，两颗。两颗吗？红血球用颗来算了吗？你要去前面批号的时候，我们再退你两颗。OK。两颗这样，我要再输回来啊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你看这个尿酸呐，不行呐，太高了。我尿酸真的过高，医生叫我要注意。等等，你在喝什么？茶。哦，茶。你讲尿酸，然后喝一个东西，我觉得有点害怕。没有，我平衡刚刚的酸味嘛，真的。喝了。刚果然是喝了吧你？哎，所以你这个饮食习惯要调整一下。你饮食习惯也要调整一下吧。调整一下，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看你的这 X 光照片好吗？哦 ，X 光，你刚刚拍的很精彩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拍了很多张。对，然后我删除了很多张了，很多张。谢谢你哦，谢谢你哦。来，你先看一下这一张啊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医生，你要跟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吗？你不觉得黑色的部分好像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幽谷？而白色的部分就像是我们人走在这个幽谷里面，想要往阳光的地方不断的前进，不断的前进。然后太失意了，太失意了，我听不懂。你可以讲健康不健康就好了吗？健康啊，健康。好，所以我肺健康就对了。啊，这张是我的，你的啊？为什么拿你 X 光片出来啊？做一个参考嘛，做一个参考这个样子。好，让我看一下健康肺长什么样子。没有错，没有错。接下来这一张，这一张啊，是。你看，啊，肺是不是就比较黑一点点了啊？哦，所以我肺很黑吗？这是我岳母的。为什么拿你岳母出来啊？无关的吧？你过来。他的心更黑啊。你超讨厌你岳母的、啊，还特别拿出来 X 光片出来 diss 他哦。好了，这张你的，这张你的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、哦，终于换我的。你看三张比起来哦。我推荐你另外一个医生。等等等等，解释一下好不好？不要再推荐给我另外一个医生了。最后了嘛，你有做那个肠胃镜对不对？肠胃镜。直接跳过 X 光片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那个不是重点了。来，肠胃镜，肠胃镜。重点哦，好，肠胃镜。来，手机拿出来，手机拿出来。传到我手机也这么先进？对，我们直接整个影片上传了、啊，到我们这个脸书粉专的 Reels 上面，你看一下。传到短影音平台、啊，我的肠胃镜影片。这个点开，点开。哦，点开。恭喜你破二十万哎、欸，很厉害哎、欸。我的肠胃镜影片点阅率破二十万啊？不是，可能是标题下了好的关系啊。标题。对啊，那个肠道猴子的医生啊，跟风啊，跟超紧啊，肠道猴子的医生，还是标题取得不错，哪个护士啊，真的不错啊，太厉害了吧，这样还自拍啊，想传到你的频道啊，肠道猴子的医生啊，医生，无聊死了，无聊死了，才没有那种无聊死的医生好不好？我再跟你推荐另外一个医生好不好？别不要推荐我医生了好吗？可以吗？另外一个医生叫什么？另外一个医生，我想一下，不要想啊，不要再捞你的胡子好不好？我是给很正常医生看我的报告，虽然说数值有点奇怪哈、啊，你要健康、啊，我有点紧张，但只要调整一下日常生活习惯就好了，注意一点啦。不过说真的，做完之后我还是很讨厌健康检查，所以以后没有必要，我绝对不会再做健康检查。但是说真的，是没有必要的话，我也不会再做一次十周年了。为什么要扯到十周年啊？你够了没啊你？谢谢大家。